香包，细腻柔软，小巧玲珑，芳香扑鼻。眼前这个精致的荷包就是中国香包，绣着各式图案的彩绸里包裹着多种气味芳香的中草药细末。香包真可谓是绣外绘中，早在约3000年前就有了香包。人们在蚊虫盛行时，会把艾草、雄黄和檀香等香料药材的粉末装在小布袋里，给小孩和老人佩戴，防止他们被毒虫侵扰。自那时起，驱邪祈福就成为了香包的主题。徐州香包真是千姿百态，香包的设计工艺独特，尤以绣工精美见长，设计以初心初奇为特色，色彩搭配对比强烈，在造型上敦实淳朴，形状多样，不拘一格，有心形、元宝形、蝴蝶形，还有花瓶形和水滴形等等。不同形状和内料的香包演变出多种功能和内涵，刺绣精致的可以用来装饰衣着、把玩欣赏，填有药材的则多具有安神醒脑等实用功效。古书记载，大户人家未成年子女拜见父母时也需佩戴香包，可见香包也有礼仪上的功能。香包的图案也极为丰富，有长辈青睐的梅花、菊花等吉祥图示，也有小朋友喜爱的动物图案。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，那就更加讲究了，姑娘们会精心绣制一枚别致的香包，让它常伴心上人左右。小小的香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情趣和温馨呐！